不行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本来就是没有原因的。我跟你一样，都喜欢上了好朋友的男朋友，但我跟你不同的是，我敢追求，而你不敢。谢谢你这一巴掌，再也不欠了。看你这样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我以为我会给你幸福，没想到我却给你带来伤害。不管你未来希望我们怎么样，我都接受。柯有容，我知道同时被友情和爱情背叛的确很惨。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熬过去的。如果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情可以难得到你。请看《爱情有没有》，星座爱情水瓶女，金Q红豆水。